西江奔入海，浩浩而汤汤。佳人满甲子，懿德映黄阳。在风景如画的西江之滨黄阳山下，一所中学不断书写着自己的时代篇章。2019年正值珠海市斗门区第一中学建校60周年。自建校时，一代又一代的斗衣人凭借勤劳与智慧，披荆斩棘，奋发图强，成厚积薄发之势，今详叙圣人之教。60年岁月峥嵘，60年砥砺奋进。斗门一中的历史是与时俱进的历史。学校始建于1959年，沐浴着共和国的荣光，学校几亿校名校址。建校之初，史称中山县白礁初级中学。我所在的地方呢，在1中最早的校址所在地，现在都有60年历史了。而家變化好大，佢呢個中和小學嘅運動場。呢度咧就我哋1961年9月至到64年7月喺呢度讀書嘅。彼時人少地狹，設施簡陋，但斗衣人未曾放棄。當時學校叫咩名啊？中山縣白礁初级中学，白礁小学旁边有2间课室，就校长就系吴桂明。咁跟住咧就搬咗去赖家村口嘅2间平房嘅课室。咁2间平房课室咧，原本就系白礁公社黨委的辦公室。斗門一中原來在容益校區呢，最後呢就64年下半年就搬來白礁西碼頭那個一個山坡上面，現在呢就全部都起曬民房了，就認不到這個地方的了。1966年学校迁址景岸港峡东路，后改名斗门县红卫中学，占地20亩，办学规模逐步扩大。1968年首开高中班，初中高中一体的完全中学初具规模。老师同学，呢度呢就系66年我哋读书嘅时候，红卫中学个旧址啊，已经拆正咗咧，还差我哋嗰个一甲班同埋二班。現在呢嗰度狀態呢就係咁樣啦，所以我哋呢好榮幸，還留翻個舊跡俾我哋睇到。1970年，斗門縣選址景漢鎮南朝村鳳山北險地再造新校。1978年改革開放後，學校更名為斗門縣第一中學，並被確定為縣重點中學。1995年，斗門一中被評定為廣東省一級學校。2000年迁入黄阳山县址。选这个校址啊，县委书记跟县长呢亲自出马的，跑了好多个地方。但是有哪几个选址的可能？原来这个西部，这个还有一个白礁，还有一个在新塘，几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最后来到这里，一看这里。这个地方比较开阔，有山有水，就选了这里。
2007年被评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，2016年成为珠海市直辖高中。60年，学校走过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辉灿烂的岁月，先后有8位校长在这块沃土上洒下辛勤的汗水，他们是吴桂明、黄宏弼、郭修仁、陈金乐、莫大欢、周元生、尹祖荣、陈勇。苍穹圆炉，岁月穿空，历任校长的兢兢业业使得黄洋河畔的这颗教育明珠熠熠发光。60年遇人不倦，60年桃李芬芳。斗门一中的历史是人才辈出的历史。60年来，共有3万多名学子曾在这里挥洒青春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如今，他们遍布在各省各地，从事着各行各业。学校遇人不倦，一届又一届，从五韶五相之少年到年逾古稀之老者，年龄不同，却在时光年轮中有一个共同的称呼——斗一人。更有同堂三世皆从斗一而出，传为佳话。学校桃李芬芳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，支撑着斗门的发展，也见证着珠海的成长。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今天，学校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，真正成为了珠海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，广东基础教育的一个亮点，国家基础教育的一所示范。这一切有赖于斗一有一支为人称道的教师队伍。伟大的最高境界是品格和奉献，这是斗一教师队伍最真实的写照。纵使风雪染白了双鬓，斗一教师们依然热血如昨，依然在三尺讲台上辛勤播种，桃李满天下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。60年耕耘不息，60年创新不断，斗门一中的历史还是传承不息的历史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学校都会迎难而上，向南而生，任何风浪都不曾击倒斗一人。经过一代又一代斗一人的共同努力，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科研实验学校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、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、广东省教学水平优秀学校、广东省文明单位、珠海市群众满意学校、珠海市高考质量特等奖等省市荣誉称号80余项。岁月如歌声声急，事业如棋举举心。学校遵循一切为了学生，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宗旨，连年来高考成绩屡创新高。万般滋味皆是生活，斗一人心中对理想的执着都汇聚成60年最滚烫的宣言，砥砺传承奋进。我呢，那个1970年大学毕业，分配到这个学校来，那么到现在也差不多50年了。这个50年来啊，我看着这个斗门一中啊，从小啊到大啊，从落后到现在的现代化啊，我也相信我们斗门一中在今后的日子里面啊，在这一班年轻人的努力下，能够越办越好。祝九五年一中60岁生日快乐！我是63届甲班吴金霞，每日
我是85届初三二班张小燕。女呀，我是13届高三19班苗颖文。不如我哋一起去91周年校庆咯，好啊！好啊！祝91桃李满天下。那现在我身处的地方呢，是我工作的地方是凤凰卫视的香港总部，在这里呢，我祝我们的校庆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94届初三一班赵敏，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。大家好，我是斗门一中94届初三一班的梁春燕，我职业是教师。我是94届初三一班赵海霞。我哋系斗门一中94届初中毕业生，今年系校庆60周年。愿我校越办越好，再创辉煌。耶、yeah! ！教书育人60载，披荆斩棘创辉煌。华东斗一学子祝斗一生日快乐！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斗门一中。共同来见证和分享建校60周年校庆的喜悦，共同铭记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曾经我们砥砺共进，奋勇前行，在困境中追求突破，在璀璨中点亮斗志，这一刻正是我们欢乐团聚、扶荆追昔、共话友谊的美好时刻。在这一时刻，我们应该铭记各级党委、政府和教育局对学校的全面扶持和倾心指导，应该铭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，特别是广大校友的慷慨捐资，应该铭记历代校领导、教职工的呕心沥血和历届学生的勤奋拼搏。我希望我们斗门一中的每一个人，在追求个人幸福、完善自我的过程中，永记母校情，继续共同努力，来创造我们斗门一中更美好的未来。砥砺斗一，沙起云行，海奔山立，传承斗一，寒英举华，生生不息；奋进斗一，胸怀激荡，征程再起。